果丹。哟。什么叫做台澎金马？台澎没听过，金马是香烟，比长寿烟便宜4块钱。不对，台澎金马就是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的简称，就像我们中午睡觉叫做午睡，晚上吃饭简称晚餐，懂吗？哦，你高雄屏东呢？高屏。新竹苗栗呢？竹苗。哈，宜兰礁溪呢？蓝礁。哦，基隆八堵呢？基。这夏天，操场边的秋千上，只有蝴蝶停在上面。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这里面什么都有，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。诸葛四郎和魔鬼党，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？隔壁班的那个女孩，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？嘴里的零食收入